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强教授。耶、yeah, ，我今天要来帮你打一款哦，它的引擎盖已经爆炸了，所以金牛那拉起来哇哇，这是大便，这是大便、啊，不是啊，这个是被雨石撞到比较大颗的，啊，这小雨石那边比较多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乱猜，这个引擎盖换过了，所以我们打算把它拆下来，把它漆摇掉，再来自己喷漆。已经阮同事会车啦，无钱，要生囝啊，无钱啊，真欠的，所以叫我来处理一下，哦，顺便拍个片，顺便拍个片，对啊，耶，也得较水嘞，哇，你这个漆还比较漂亮哎，里面不错啊，问题是里面是原漆吧？不是啊，这个已经该换过了，它这个就是你看，一件例外的设计，然后来漆啊，哇，往下压的话，设计还蛮简单的，哎，它虽然喷过漆，有没有感觉上没有转，对不对？对。好啊，转过了就变到那了，来，好，转过了，哎、欸，漆要掉下来，对啊，为什么？转了就掉啦、啊，哇，转了就掉漆啦、啊，就是整片直接剥下来这样，对啊。来喽！喷水头这个，对啊。现在准备脱漆，啊，要等十分钟以上，然后看到它啵啵啵啵啵剥落。哎，它跳了，你看，哎，哦，多碎啊！对啊，很刺激。哎，有声呢，你滚啊，你皮皮飘飘的。倒下去又咬住了，对啊，哎呦，喷到会痛哎，所以你喷到你的皮也会掉下来，对啊，所以要小心。你先去冲一下 ，DIY 还是要注意安全，请戴好防护手套，比较搞刚一点就戴口罩。你看我刚讲就有人去戴，谁？你这样一罐250下就用完，250而已，算起来蛮便宜的，马上结块了嘞哈。有漆它还是生锈，对啊，然后其实看不太出来，这个生锈 啊，这个也是生锈，这个是刚刚有看到，这个是刀去抓，这个是最明显。先现在抹掉哦。最想要喷个黑色的底漆，对啊，为什么？如果它咬它，等一下水锈就上来了，要有99下，挂人安尼摇啊。
其实，你看就是先大概啊，先然后等它干嘛，稍微干一点。它偶尔的是因为重叠停点啊，那边又来再来，对，两对 double 两层、三层、四层这样。如果一直这样横过去，你手没那么长啊，你这样。好，我试试看。好玩吗？还不错啊，很好玩啊，也不用负责最好玩。对，不用负责比较好啊。我知道了啦，泰山。嗯，这引擎盖就写几个字就好了。什么字？请勿涂鸦。请。明天一起来就帮你涂鸦好了。你也是啊，你看这一条比较黑，跟这一条。我的手。好，先休息一下。Ultra Dash S 三，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好，等它干再上一层精油就好了。不喷精油啊？对啊，这样好了，不要说不喷，我喷你脚看看好了。如果不错，我们再喷。我干，完全没金嘞，而且不就高嘞。不要喷。对，它表面是粗的，你这样喷也是一粒一粒的啊。可是这样油油嘞，你以为我买哦？哎，滑滑的。对啊。哦，你喷好厚、哦。啊，没金吗？喷了你看，完全被吃掉啊，没有看到？哎呦，这边有一点那个。干掉然后它就亮，是这样吗？它有一点那个烤漆的感觉出现，凹陷的魔鬼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有一点白白的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那个铁丝还是不行。耶，最少我们算成功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把漆弄掉了。对，对，原本生锈，我们处理好了，虽然困咖，剩滴滴答答嘛，好了，反正就是最少不会生锈了。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。对啊，就像我们小事一样，我们有支持这个叫做我看一下哈，亚洲技能竞赛，对，这是比较简单给。继职奥运的前哨战，继职亚运开幕，台湾国手是夺第一。2023年底举办的阿布达比亚洲技能竞赛被视为继职界的亚运，更是2024年法国主办的国际技能竞赛前哨战。本次竞赛职类超过20项，包括冷冻空调、汽车喷漆、焊接、服装创作等等。而一路从分区赛、全国赛道国手选拔，不少选手为此打拼了超过3-4年，如今的已代表台湾站上国际舞台，展开技能征途。除了寄望自己拿出最好的表现，望向明年更大规模的国际赛事，更得好好把握这难得的练功机会。混杂着紧张又期待的情绪，更要提醒自己沉住气。接下来的赛事，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。3, 2, 1,
好啊，当然是希望有钱出钱，流利出力啦。虽然我们没有出很多钱，最少我们有尽一份心力。对啊，然后大家帮他们加油。我就是没读书，所以分到要哪呢？是哦。我们是前前哨战，好，先做一下这样。前前。对，希望大家的成品应该会比我们漂亮啊！如果这样就完蛋了。我们现在虽然不是年轻人了嘛，碰到滴滴答答啊，啊，起码假设老灰啊，我不是用老灰啊啦，老师傅们，万一退休了之后，年轻人就不会喷了嘞，好怪你的差的喜欢嘞呀。以后你们的烤漆有没有就不能要求说太高了？好，拜拜。好，大家支持一下。对啊，支持一下啊、哦！亚洲技能奥运。好，台湾之光加油！加油！科比加油！加油！大家都加油！好好，拜拜。圣帕斯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